车。卡丁车。我们来一段古惑仔音乐好吗？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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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来到上海数码和卡丁车馆。这边呢，就是我们的休息的区域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那我先休息一下。你先休闲一下。休闲一下。完事儿，咱们等一下呢，先下去培训，培完训之后大家换个衣服，完事就可以开车了。好的，好的。啊，从这边下去来。啊，我们培完训之后呢，咱们大家呢就来换个衣服，你们。咱们这边赛车服码数都有的，好，来到里面。我主要是放不下我的小伙伴，然后觉得怕他们开得太菜了，过来引导一下。你是在这里当教练吗？我是 Cici。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坚持啊，没有，就入职这边了。哦，对，前面坐三个，前面坐三个，后面坐两个，后面坐四，前面在那边坐，那边再坐一个。对，嗯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边，随便坐啊，不要客气。好，虽然我也只入职了两天。哎，这还要考试吗？对。好，那我一定零分。我天哪！好，考试啊？是知识答卷。好，没有问题，我们做一下题目。做完反面还有呢，反面写一下名字、证件号、名字、手机号码。谢谢。好，写完之后可以出门准备了。这边。哎，你好，来这边咱们换一件衣服，这个。我觉得你们黑的好像迪迦奥特曼的那个，特别像。对的，对的。哎，没有，消灭你。你干嘛从开始上去？不行了，我走不了。你们开慢点，我害怕呀。
办？我怎么办？哎，堵车了。